怎么？瞧不起这个游戏吗？这个可是我特意找出来针对记忆力的游戏，我代表火锅挑战。火锅？用我最爱的命名，浪漫吧。怎么比？我们俩人各选一关，共同答题，累积得分，得到最高分数就赢了。怎么？害怕了？那如果你这么怕的话，我们可以选一个你不怕的游戏。开始吧。好嘞。这根本不是天体物理的范畴，但是我依旧得到宝贵的意义。下一关到我了，记歌词，来。你还笑得出来？谁的手总紧紧牵住我的手？答应你，只为亲你才低头。请你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哦，寒彻同学，你赢了。谢谢。我和火锅会珍惜好这个机会的。非常感谢你。我会相信你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